more. Aloha more.哇，它停住了，所以说我的这个魔法应该是奏效了。那我们先来一杯众多哈迷们特别钟爱的这个黄油啤酒，我先来请大家尝一尝味道怎么样。口感特别好，有点像那个气泡水加上那个奶油奶盖的感觉，口感还挺丰富的。